51岁香港女星袁咏仪，由于平时保养得宜，脸蛋和身材都非常逆龄。她和张智霖结婚多年，感情始终都非常甜蜜，是演艺圈公认的模范夫妻档。两人也常常会在社群分享甜蜜的放闪照，高调晒恩爱。最近袁咏仪再度在网上撒狗粮，晒出两人幸福的合照。不过这次比较特别的是，他们还和新生代大陆女星虞书欣一起相约聚会。袁咏仪在微博晒出三人的合照，照片中袁咏仪和张智霖穿着黑色服装的情侣装，虞书欣穿着白色上衣和印花长裤，他还从后面抱住袁咏仪，露出灿烂甜美的笑容。袁咏仪还发文大赞虞书欣拥有爽朗的性格，还有一颗温暖的心，直呼对方实在是太让人宠爱啦。